Hello， 大家，今天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我现在呢正在下班路上，你看我还穿着工作装，一会儿呢我们就打算换一个衣服去downtown吃好吃的。今天是 K 哥哥生日，所以呢我们打算去吃一顿大餐。我们要去吃的餐厅是 Sushi Masaki Sait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家店？这个主厨 Saito 是米其林二星。他从纽约搬过来到多伦多开了他自己的餐厅，所以就是异常的火爆。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订上，而且没有订上六点的，只订上了八点，所以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期待了。毕竟我是一个骨灰级的日料爱好者。那我们就一会儿见，一起去给 K 哥哥庆祝生日吧。 Hello 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不过呢已经是七点半了，不知道八点能不能赶到那边。刚我在家换了几套衣服，本来想穿正式一点，穿个小裙子什么的，不过穿上以后觉得好不自在哦，可能是因为平时穿的太随便了。你好好开车了。这里是 waiting room。Sure.
何？お魚というか初めて。生のお魚というか。お魚自体。好吃吗？好吃吗？人生で一番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ね。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ら美味しかったです。本当に。なんかアジアのおばちゃんとか焼いてるより全然美味しかったです。现在是多伦多时间的晚上11点，我们吃了整整2.5个小时，太夸张了，就是非常的好吃的，它的食材特别的新鲜，而且它的每天的菜单其实会不一样。我问了那个服务员，他们说大概每周吧都会有一点变化，而且服务真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一走进他们那个餐厅，我就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就觉得那个钱花得很值。然后那两个日本小姐姐也好好看哦。记忆最深刻的菜应该是，那个美酒巨好喝，大家一定要喝，而且那个美酒不贵。然后他们的乌尼，还有什么鳗鱼那一道菜我也挺喜欢的，甜品巨好吃，那个抹茶布丁简直绝了。就我觉得如果能单点的话，我应该会再点5份，有点夸张了，不过就是特别好吃。那顿饭最后我们是吃了1190刀，说实话呢是挺肉疼的，不过我觉得作为米其林二星还是非常值得去试一下的。而且我问了那个服务员，为什么
白头会从纽约搬到多伦多来，然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大老板呢花了非常大的价钱，整整说服了那个主厨2年时间，才终于成功说服了他到这儿来，并且明年之后他就不会在多伦多了，他会搬去温哥华。现在正好11:30，我打算在最后半个小时给 K 哥哥吹个蜡烛许个愿，给你们看我买的蛋糕。噔噔，我问他这是你想要的兰博基尼吗？啊，这是法拉利哦，这是他想要的法拉利吗？他跟我说这款式太老了，哎，枉费我的一片好心。来，我们点个蜡烛。哎，这不像我，这不像我唱的。这个版本真的好像 K 哥哥自己唱的。来，关灯。动作并步，手已牵缠，听我你生辰快乐。生辰快乐，放假许愿，恭喜你，快灯，好了，那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许完愿了，明天再吃蛋糕吧，今天实在是撑的吃不下了。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拜拜。哇！你们说男生到底为什么喜欢开车，喜欢炸隧道呢？太吓人了。